face of Mama Simone. With you forever. I wanna stay here, yeah. I really wanna be there instead of moving fast. I wanna be where.大部分的东西，会在路途当中，比如说在飞机上或者是在汽车上，这样放空的一些时间会让我产生比较多的想法。其实我自己还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我还是会对，比如说历史比较丰富的地方，或者是人文感比较强的一些地方有兴趣。因为我讨厌被物化。没错，我觉得给我挺大的动力的。没有，我其实觉得是自己本身，因为很多时候要去做挑战啊，或者想突破啊，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一些压力，反而是我自己会对停滞不前，会觉得可能就我自己闲不住吧，总是希望有一些新鲜的好玩的有趣的一些东西，然后想要去找寻他们，停不下来。两者对我来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录音棚可能更多的感觉是自己独自一人在一个这样的空间里面去把自己的这个情感投入到这首歌当中，那演唱会的现场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情感透过音乐然后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就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一种状态，就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这样的交流方式，录音啊录音棚其实都是后期才会有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还是很喜欢那原始状态。